我了很久谁还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各位刚才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我是海伦，我是蔡恩宇。我们是要在沙捞越很难见到这样的画面，所以这里是很开放的。现在我们就是要飞去新加坡和阿宝。Subscribe my channel，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，我每次在飞机里面，如果女朋友没有在，我最喜欢看的东西是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广告有没有？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Oh my god！ 哇 ，You just like my smile, man！ Oh my god！ How about my smile？ How about my smile？Blended in Changi Airport, Singapore。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傻盖？对，很傻盖，因为我已经九年没有来新加坡。阿宝，你说你要这样子站着吗？用抓东西，可以。新加坡人。来到了这边，有了吃飞的。他的对的好屌了。不用等阿宝了，不用等阿宝了。你走了。对的 ，V Hotel。好吧，再 check it out。Peace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每次华人会有一个传统，会开门。哦，很香啊。它复古又美味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看到 China Town 了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哦，人山人海哦，还有一只狗哦，要牵着阿宝手，不可以不见。这个人不见就完蛋了。哎，狗狗，是不是很多人拍我？OK， 又到了人挤人的时间了，很好玩的，我很久没有玩这样东西哦，人挤人，尤其是挤到美女，哈哈，耶！面包，面包。Am I lost? Sent too far away? Oh, will my baby come running back to?花子，你说你现在是要还钱了，他是他就要还钱了是吧？哦，还钱了，这先，100，很甜呢，也是韩国香菇，过年，哇，满座，这么多人，哇，走，不能，下手哎，虽然很辣，但是很好吃，耶、yeah, ，好吃吗？是贵呢。今天呢是第二天，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东西做啦，就出来找朋友喝水。老实讲，我看不懂啊。我还很期待的东西就是吃了之后我们要去拍影片，就是和一位新加坡非常出名的人要拍这个影片。我呢最痛恨呢最讨厌呢人家讲我是 Hello Steven Lim 哥哥，嗨嗨嗨，我拍到我吗？前面有，等下我们一起练拳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先 congrats 你，来 congrats 有什么东西？Champion of FC， 对，我知道你们在沙捞越非常著名的 YouTuber 哦。猜我几岁？25。是吗？是个人呢。我今年才23，我有小 Rainbow， 我有小 Rainbow 了 ，Rainbow， 七彩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应该比你大。40多吗？你没有做 research 啦。我今年42，还没到。过了很久，谁还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？我和你手牵手，想要一起走到最后。各位，刚才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我是海伦，我是蔡恩宇。
哦，我要我自己的 baby， 我要结婚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女朋友？我现在目前没有女朋友，我要征婚。你真的是太美了，你们看后面。来了。谢谢你 Steven， 我再欢迎你们来到新加坡、okay. 你们真的很棒，也是加油，越来越红，加油，拜拜，拿吃东西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所以德华路，所以我们是要看、啊、你没有看到有 game 那个后面的手牵手又有在沙捞越很难见到这样的画面，所以这里是很开放的。实在是太美了，新加坡。如果每个晚上可以来这边散散心啊 ，stress stress 啊，可以来看夜景，多么美！你看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耶、yeah. ！现在就要回古晋了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啦。所以新加坡的旅游就到此为止了。然后记得来喜欢这个 video 的，就 subscrib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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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bscribe。好，拜拜。